啊，请大家欣赏由丰收戏剧社带来的福音小剧《珍贵的礼物》。马拉盛十分繁华，每条大街小巷都是车水马龙，华人的商店更是一个挨着一个，路上的行人从早到晚都是那么多那么忙，还有不少人正在街上发着各自的广告单张，你们听，推销声真是非常的热闹。免费美容啊，快来女士们，快来美容啊，今年特价哦，快来美容啊，蜜娜姐，你要不要过来试一试？这位小妹，你也过来试试看吧，今年特价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，进来38，出来就变18了。Hello 大姐，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小妹，你也来试试看，来美白美白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免费游泳班，免费注册，免费参加，机会难得，千万不要错过，免费的英文补习班，报名注册，我是报名啊！哎，学英文了，学英文了！我告诉你们了啊，成功英文班保你成功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好的消息，今天的我们的英文成功班今天免费，因为是过年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不信，在我们成功英文班，我告诉你三件事：第一，你一天会单词；第二，你就会造句；第三天，知道什么吗？你就能谈判。谢谢大家，报名注册，报名。芬芬，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咱们今天啊就在这里吧，你看这里人多多呀。对呀，这人来人往还真是个好地方，求神啊亲自带领我们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能够传给更多的人。阿门。哎，看那边。是。哎，这位大姐，您刚从超市出来？是。哦，哎，大姐您好。哟，买那么多菜呢，家里很多人是吧？你不要给家人做年夜饭吗？哦，过年了，家人在一起聚会多热闹啊！哎，大姐，我有件事儿想请问您，您有听说过耶稣吗？那您今天啊可太有福气了，我这里呢有份礼物，就是耶稣送给您的礼物。是。盒子倒是蛮漂亮的，您拿着。不过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到大都没白白的接受过别人的礼物，而且每个人都有的礼物，我想也不会，也不会怎么贵重，还是算了吧。哎、谢谢你啊，哎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您留步。这可不是别人的礼物，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，给我们的救赎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分。得着它呀，就得着永恒的生命。永恒的生命。是，还是算了吧，我还是先过好现在的每一天，你吃好喝好就可以了。永生的事儿，等我退了休，有大把的时间了，我再考虑。哎、好，谢谢你。哎，大姐，回家。哎，大姐，您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我们教会的单张，我们是纽约丰收灵粮堂，然后这是地址，这还有我们牧师和传道人的联系方式。您如果您有需要，可以来我们教会。嗯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帮您放这里，您拿着，好吗？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欢迎大姐，您新年快乐。您单张给我一个，给你这个，行，好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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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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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叫我啊？对呀、啊，叫你呢，叫你呢。哎，小妹妹啊，你刚才跳舞跳得好棒啊！那是。哟，好自信。哎，小妹妹，阿姨这里啊有一份礼物送给你，喜欢吗？给我啊？是给你的。为什么？这是耶稣给你的。耶稣？是。耶稣是谁？我不认识你们，认错人了吧？哎哎哎，小妹妹，先不要走，你看看这个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没有认错人。耶稣啊，是神，他爱
我也爱你，这是耶稣给你的礼物，拿着。礼物？嗯。给我呀？是。不是，阿姨，反而剩这么多人了，您给谁不好啊？我对这些事情又不感兴趣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还有舞蹈比赛呢，就在那边，你们要是有时间，记得过来看啊。小妹，别走。等一下，大嫂，不好意思。哟，大嫂，哟，您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哎，大嫂啊，我这里有份礼物送给您，是耶稣给您的。耶稣爱您，他愿意来帮助您。是，礼物我就不要了。您拿着。这手短。是耶稣给您的。工作吧，好工作。哎呦，好了，谢谢您，大嫂，为您祷告。我们为您祷告。好的，谢谢。打广告。继续。这位老板。哎，这位老板。您新年好。哎，老板，我这里啊有一份免费的礼物送给您啊。免费的？是。我告诉你吧，这世界上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。蒙谁呢？哎，大姐，我当年在法拉盛混的时候，你们俩还不在呢。您误会了，这是耶稣给您的礼物，是关乎救恩的，得着它呀就得着永恒的生命。对呀，永恒的生命。是。知道吗？咱那老祖宗秦始皇2000多年以前就在寻找灵丹妙药，求的就是长生不老。哎，被你们俩找着了，真是稀罕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在这招摇撞骗了，赶紧收拾回家过年吧。哎，我这忙着呢，你看电话又进来了。哎，老板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老爸，哎，你好。哎呀，其他的再找其他人吧，再看看。哎，这位太太你好。这位太太你好。侬干啥？我是说我这里有份免费的礼物送给你。你是说你有份礼物要送给我？是耶稣送给您的。为什么这满大街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要送给我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要骗我的钱吧？哎，不是，您误会了。太太，您误会了，这是耶稣给您的礼物，这是有关耶稣的救恩，是特地为您所预备的，是白白的给您，金钱啊可买不到。哎呦，吓死我嘞！哎呀，你这不要钱的东西嘛，你就送给别人好嘞。我老公有的是钱。不让我买便宜货，什么名牌啊，什么贵重啊，就买什么。你这不要钱的东西啊，就送给穷人好嘞。太太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是白白的给天下人的，无论您是贫穷是富贵，您都需要它。啊，我就不需要。哎，可是太太。好嘞，侬不要再讲嘞。哎，你再说啊，我可要打报警电话了。太太，这个小姑娘啊，脑子瓦特嘞。哎，你说得很好了。我们继续努力，我们继续找别人。你说得很好了，加油。嗯，给你这份给你，我再看一下。往那边看一下。这里有两位。哎，他们正在拍照片。等一下啊。这两位。对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需不需要我帮忙帮你们拍一张合影？行啊，来，帮我拍吧。来，你要相信我拍摄技术啊。取个紧张。哎，这里就挺好。来，我数到三，你们就笑啊。一，好，一二三，哇，笑得好甜。来这边也不错，来这里，挪一下。哎，好，就这里。来，我还是数到三啊。一二三，茄子，放近一点。
哎，您看看满不满意？真漂亮。哎，大爷大妈，你们是在逛街是吧？是啊，我们从国内到这美国来，住在乡下。哦，刚到美国。是啊，没街逛，听人说法拉盛有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。嗯，今天我们就来看。那您可来对地方了，这里啊就是中国城。您看，这里那么多店呢、啊，都是咱们中国人开的呀。太好了，哎，大爷大妈，我有件事儿啊，想请问您，你们有听说过耶稣吗？听过呀。现在从国外到国内去传教的人很多，都跟我们讲十字架，讲耶稣。讲救恩，还讲教会。真的？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教会啊？哎，我们可以介绍你去我们的教会啊。我们的教会啊是纽约丰收灵粮堂。对，在这儿你看，这是我们教会的单章，这是我们教会的名称纽约丰收灵粮堂，然后下面有电话，还有牧师和传道人的联系方式，还有地址。对，在这里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你们有什么需要的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收拾。我这里呢还有一份礼物啊，是耶稣送给你们的。哦，这么漂亮的礼物。对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您拿着。是送给我们的。是送给你们的。是。这么巧，您过来逛街。是免费送给你们的。这有两位是耶稣爱过来的。哦。对，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礼物。哦。这是我们。教会的林传道，哎呀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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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呀，来到美国啊，就是要来找教会。你看 ，Fashion 这么多的十字架，高高的挂在教会，哇，真的是美国是最有基督教气氛的国家。你们来对了，我们有福了，你们有福了，耶！还有啊，教会的人可好了，大家都很有爱心。你有点什么困难呢、啊、大家都来帮你的忙。前两天我们的郑牧师手表坏了，他对啊，他就往群上一发，呵，不晓得有多少人说我知道哪里有修的，我晓得哪里有好的。这么好、啊、你对教会真的是好。对我个人来讲，我信主以后我都变了，变得最多的是什么呢？我常常啊心里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那以前我一点事儿我都紧张的，但是现在我不怕。为什么？耶稣是我的靠山，我还怕什么呢？真的挺好的。所以啊，欢迎来啊。哎，那你们住哪儿啊？我们住在那个，听儿子说住那个什么大脖子。大脖子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的教会那个 Ari 就在大脖子跟小脖子两个 county 都是我们的教会。对对，教会就在小季。Yeah， 那你们来，他呢就想吃个小笼包，就好这一口。哦，您知道法拉盛有哪里有好吃的小笼包吗？有，当然有。那边那边陆明川呐，陆明川，哦，陆明川，哎，咱们上海小笼包，呀，好吃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去啊。今天我请客，我们大家一起去。好了，好，我们边说边聊。走了。今天教会正在准备很多礼物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今天你可以得到礼物，不是手拿的，是永生的盼望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说我想要这个礼物，可以举手好吗？我为你祷告好吗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感谢主，我看到了。有没有愿意信耶稣的举手，让我看看好吗？你真的可以得到一份礼物，阿们。让我们一生来相信主，走蒙福的道路。谢谢大家。